推荐几个上分阵容吧。哎，兄弟，问到点子上了啊。那么既然有兄弟想学技术的话，人人教父今天来教你什么阵容，在现版本可以上个小分啊。先给你来一个，咱先刨去上不上分这个问题啊，前期怎么过渡啊？先拿个包女儿，再拿个猴，塔姆不拿，斗士过渡现在已经很拉了，很拉胯了，不行了。现在就得猩红之月，拼多多能行，那凑合吧，只能说是凑合。拿猩红，这边亚索可以拿啊，包女撇了，不要了。我们在前期可以说已经无敌了，现在但是为了能拿到这个攻速啊，我还是选择去卖血。96，这不行啊，这96滴血也太难受了，这不行啊。拿两个垃圾点的英雄继续掉血，让这个小王八赢我们。昨天晚上吃螃蟹，那螃蟹也没死，吃的我直恶心，还拉肚子。90，这帮人血怎么掉的那么多呀？我们现在就赌一手，能不能碰上倒数第一或者是倒数第二啊？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怎么老碰上这第一名？我们必须得要个攻速，82了，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有82滴血，你能吗？你不能吧？我倒数第一，我这边拿攻速一点问题没有，拿到攻速我们直接就无敌啊！
好，千珏过来了。游戏结束，我不可能从现在开始，不可能再掉一滴血。拉倒吧，哼，拉不拉倒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拉不拉倒这个问题并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就是经济稍微差了点，这波应该攒十块钱呢，其实不过算了，不掉血送超火行。不用你一天天给我送不送超火的啊，随时就不要了。现在电刀加水银，这两件装备一除，这还不无敌呀、啊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无限核尿遁，我这三个三国猛将下边给亚索上个亚索，就直接就不掉血，不可能再掉血。随便给，大棒锁着甲，随便给，给点钱吧，不要装备了。这两个撇了，一会儿要上的话也上亚索，不上基姆。这怎么办？老差一块钱，挺烦的。把亚索卖了呀，
把亚索卖了吧，要不然那啥了，这是蝴蝶效应了。哎呀，我操你个妈的，我一卖就来，一卖就来。不行，我受不了这刺激，我就再拿一个，26就26吧，无所谓。能把你给气死，你一卖他就来，哎。现在神射手包底儿拿个电刀，基本上前期就是无敌，就是不掉血。下边给个亚索行不行？你看我说了不掉血了吧，我是不是从后边四滴血，不是四滴血呀，82滴血没掉过血了，四连胜是不是？这小子可挺猛啊，我好像要掉血了呀，这人咋这么狠呢？我操，他六永恒之身了，高，实在是高，哼，厉害呀。真牛皮，哎呦，后排也有虚区。这波拿大棒啊，合个尿遁，神装狼人啊，神装没关系，细节一点啊，这样全能吃到盾。寒冰我也拿着，再往左边一点吧，开播这么久一个礼物没有，你在播鸡龟儿，那怎么的，那主播没礼物了还不能直播了，那没人送我能咋整啊，你说不动摇，不管是用爪还是用毛，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那也没人送飞机儿，那我能咋整啊，飞机火箭啥都没有，谢谢春科九，感谢朱大侠，你看这不有点办卡了吗？
谢谢段坤坤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这有老板送了，谢谢老板啊、哦、感谢老板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先拉个七吧，嗯，给个大剑吧呢。如果是给个铲子，那就给个大剑吧。帮人帮到底，对不对？送佛送到西。这波呀，嗯，这波打完得地了。如果我能打过他，我就不用地；如果我打不过他，那我就得地了。因为我的血量不是很多了，这个撇了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任务开始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利用好阴影。那咋那么多泪纹呢？现在差个拉克斯，差个狼人。其实一个一星狼人就够用了，如果我们能再递一个就好了。没事，够用了。这个撇了，这个上上去。开挠、啊、开始挠。这个一星狼人基本上就是锁了，不用升到二没关系。鬼叔莫干了，可以换个拉克斯上去。哎，我拉克斯没上场吗？这波呀、啊、这波最好是拿大剑啊。这波没有大剑，我们就拿魔抗着，来个水银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狗森林呐？
哎呦我操，白上装备了，嗨呀，沃利克，好样的沃利克。待会儿可以挤装备，那拉倒吧，上哪挤去？你想让我狼人三星啊？那费劲，费点劲吧。铲子加妮蔻会变啥？会变成游戏爆炸。有永恩吗？这卡钱了呀，这幽迷呀，猴撇了，猴撇不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算了，不要了，这幽迷，幽迷不要，莫甘娜撇了，莫甘娜不撇，莫甘娜还升三呢，莫甘娜，上营口六天神三宗师，两烈两御剑两。两耀光一隐者一浪人，看看有没有蛤子，有蛤子就一两决斗，随便给，好吧，大剑给的不错。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武器。先上个猴。其实我这天神莫甘娜是不也行？你们觉得？你们觉得呢？算了，我先拿这个顶一下吧，不急，我们一会儿再上营口。还得是天神永恩呢。刘永恩吧，莫甘娜等一等，不着急。我以为我们在闹着玩呢，你死了吗？高阳父子召唤，太装备了。哎，我以为我们在闹着玩呢，你死了吗？你要死了吗？我跟你摇头晃尾巴。昨天玩魔兽世界，玩魔兽世界的时候吧，要做个成批任务。成批任务呢，要找国王，国王叫什么？叫安杜因。
给我出 bug 了，俺渡人让人拽走了，成批任务交不了，变成大主教图拉羊了。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。这哥们挺狠的，三宗师吧，我就知道。这得升了，这34滴血有点少了，不太行了。先给个六天神啊、哦，然后我们递两波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那既然能有蛤蟆这种东西的话，那就还是很好用的啊。找个永恩呢、啊、莫干辣不生了，我们主生狼人。这波输了我，哎呀，这波怎么会输的呢？哎，哎呦我操！这蓝 buff 瞎着和冒着永恩，我好难受啊！啊，那我不难受了，被他拿走了，我们就不难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把这永恩拿着。让倒数第一给拿走了这蓝 buff， 这正数第一挺狠呢、啊，不能让这狼人去挠他那个，挠他那只银马啊，不行，千万不行。上个永恩来，阴影，知道最后一人，好，快点。腰着下件装备给狼人，看能给个啥。哎，我也没懂，就是为什么我的狼人刚才打那六森林的时候，不是森林呢，就打那个天神的时候，他蓝条满了三次，是为啥呢？武器换下来，装备给瞎子怎么样？那肯定是不怎么样，那肯定是不怎么样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兄弟们，拿下了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！拿下！这不拿下，再拿下，拿下！有的时候地牌呀，就是这么的简单啊，就是简简单单，就是非常的简单呐。哎呦这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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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！500%攻击速度，200生命偷取，恐惧三秒。哎呦我操，太狠了！我现在随便给什么装备都行，我就给他个蓝 buff 他都狠，随便给，随便给装备。现在给个鬼叔都起飞了，别给鬼叔，千万别给鬼叔啊！除了鬼叔都能用，操！哎呀！哎呀，确实挺搞事儿的啊，确实挺搞人的这。
挺能搞事儿啊。这个腰子就起飞了。难道说三星维嘉有吗？哎，这狼人怎么回事啊？他这蓝条怎么？哎，这个狼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不放技能啊？他蓝条满了，为啥不放技能啊？他都没挠人哎。他蓝条满了不挠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先攒攒钱呢也行，25滴血可以攒钱。哎，真的这狼人有 bug 吧？这是猎人 buff 消耗蓝条啊，不放技能是怎么回事呢？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就别看直播了。bug 吧，那可能是。真的 bug 呀！好，放技能。哎，没用，我这狼人有水银，就是一个人就是疯狂挠。来个魔抗吧！哎呦，天神转，天神转好像。其实现在狼人呢，拿永恩的天神转，我不想要啊。现在狼人最好是拿防御装备，上决斗吧。他俩都没血了呀，我不会双杀了吧？这不行啊，这要双杀了呀，兄弟们，这三星莫干辣可能是要没了呀。哎呦，我差一只，顶住啊，兄弟们，顶住啊！你打谁呀？你打他，你能打过不啊？能打过，好像能打过，可以顶住啊，差一只儿。哎呦我操，三星莫干辣也有了，我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，他死了。我日你哥呀，你可不像个人呢，我这一看。
他死了，他死的有点快，死的让我猝不及防，差一点点我们两个三星就有了，可惜了啊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结账吧。